香港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可能在电影里出现过，这是因为那些拍电影的人每一天都在寻找下一个片场。坐，我刚才收到你的歌，听到的时候真的会忽然间回到我们80年代，然后已经40几年了，好像一直都很梦幻，你知道吗？当时我是也是很年轻，你也很年轻，大家都很年轻。Maggie 啊，曼吉良啊，学友啊，对，他们一般也是挺年轻，很好玩一般人。然后这个导演也很认真，他是第一部啊，第一部第一部，所以他很认真，我就很花时间去怎么拍。我记得那个时候很生你气啊，就为什么打得那么慢？不是很慢吗？很慢，因为那时候不懂嘛。嗯，但是也要一点生动。是，我还记得你有一个镜头挺特别的，在地下怎样拍的，尽量闪多一点好东西。有一次老板去看片，嗯，然后就看你一场，就是去大排档，大排档，哇，啊，对对，擦擦擦，我那个疤还在啊，对，我记得，对，他受伤还要去医院，对，连三针再回来打，然后老板看说，哎，很好看，我是因为那个戏就特别喜欢电影，那个时候才知道打灯的重要，然后镜头的重要，短讲《旺角卡门》，忽然间。自己会回到20几岁，然后在那个时候一年下来，我们可能拍那么5部、6部戏、8部戏。你拍10部戏，你后来更多了。对，就因为《旺角卡门》红了之后就。那每一天我们都没有剧本的。对，只有一个故事。嗯，高老啊，王家卫就是每一天，每次我们拍早班，每天晚上在公司写剧本，那些就是这样拍电影，然后你们看，然后rehearsal就拍。但是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，所以现在我拍戏是有一个很完整的剧本，但是我觉得演员导演跟剧本应该是不停在调，这个是对的。当拍这场戏，我们会围堵，就听演员的，我就听他们对白的东西，有哪里不舒服，嗯，对景的制作啊，美术灯光啊，摄影，他们看剧本会好一点。你做过的选美？我以前拍音乐录影带的那个年代，就曾经拍过一次，在上面舞狮。你一说舞狮，就我想说风云。哦哦，我拍这个其实是全特技去弄的嘛。对。然后这一天就导演，我看这空气怎么能演，我就叫道具，就拿个石头，哇，就这样拍。当你当导演之后。你除了在视觉上面，你还用了很多很多 CG 的那部分的那个，你为什么忽然间要那个？很难说，拍古惑仔拍了1、2、3、4、5，还有什么东西懂拍啊？就发脾气，就看，哎，又是妈妈，哎，看《马龙城风云》，有些微小的东西，真的要利用这样的特技才能表达出来，所以那时候去学啊，就开始研究怎么。能把这个数码特技放去风云这里，然后我记得我拍之前就学了一点，然后后期特技弄了一点。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发现，哎，其实我们香港的这种数码的电影还是可以有长久的发展。我刚才说风云，我花了3年时间，嗯，他们觉得不值，好运就是因为风云票房好，嗯，但是继风云之后，第一部《中华英雄》。特技走什么？其实时间不够，钱也不够，弄这个特技就没有《风云》节目厉害。其实创作就是这样，很被动哦。就你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开始，但是没有继续发展下去。我80年代然后出来电影，就拍了那么多年了，真的有时候会觉得，
哎呀，我需要改成什么样子才可以有一些新的感觉。大家已经看到我哭，眼泪这样哭，那样哭，那样哭，那样哭，往上哭，往下哭，怎么都哭过了，然后怎么耍帅都耍过了，但是好像都不知道在外形上面有什么可以改变的，怎么很难啊？你很难哦。对，但是也要改变。嗯，真的需要有一段时间停下来，然后让大家忘了你上一个成功的样子。对对对，就他才可以把你重新鉴定成为另外的一个角色。我觉得也，当然也是，你也可以有点空间去想东西的。可能在这个时候想东西更好，去年就很好了。坐上哎，想想。是不是我们真的要停一停？因为我们拍电影是对很多人不公平的。嗯，去年老婆说我们五年没有一家人去旅游旅行，我就说停所有东西，都一家人开开心心去一两个星期。你刘烨过来，哦走，然后再想东西，其实很好，心灵是很开心的。对啊，家庭我觉得对每个男人都很重要。对，我是看我的儿子啊，看到女儿，那时候帮我们拍一个女梦。对对，十点钟要收工，我就回去啊。嗯、那时候你不知道我的心态的，现在你知道了。现在太懂了。现在就是九点钟之前你要开工，不可能。我要送女儿上学，对不起。Okay. 以前我们跟观众的沟通啊，都是一个从电影上面的香港，现在。这样看也蛮舒服的哦，这个很 magic 的，很 magical。忽然间真的感受到为什么你会请我在渡轮上见面，就是想一起感觉一下电影之爱，这 magical。写给未来的刘伟强，感谢电影把我带到现在这个神奇的时刻。看看这一刻的香港夜景。我觉得我们的底色是一样的，永远在等待下一次起航。直升机啊，声音可不可以？还有一点。OK， 那很大，让他再等等。停一阵啊！我们拍戏就是这样。对吧？啊，静一下。如果给你从头再来，哎，比如说现在完全没有什么限制，然后给你，你要希望是一个什么类型的电影？我因为很多年没有在香港拍过戏，嗯，啊，有一天我在中环，哎，我说现在的中环跟三环很不同啊，然后我就想，哎，如果有一个外地来的当。他们怎么过？一个中环卡门这样。你还记得吗？我们911本来参加那个电影节，我们就被锁在那个图伦图那个地方，最后我们两个人没办法走来走去，就想到，我觉得那个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想到那个《爱君如梦》的那个过程，你怀疑过我吗？哪能满意你呢？说你是我的老板了、啊，其实挺好玩的，因为我那时候是不是我去华仔公司不是当导演，他是掌管了我整个公司的命脉。啊，不是，全职杀手开始，到爱君如梦，然后又到无间道，就让我有一个新的。